諗嗰個桃花咧，係嗰啲去叫雞嗰啲桃花，大桂坊啊，可以入去。又又又！我覺得咧拍唔到落去啦，不如算啦，好唔好？歡迎嚟到第一屆 On Channel 中文科問答比賽。你中文點啊？你都知道自己水平㗎啦，係嘛？我是喺 L A 翻嚟嘅 Mimi 啊，我唔識中文，咁點算啊？揾啲外援幫兩位。咁第一位咧，就是參加過唔少問答比賽嘅 Happy。第二位咧，就是我哋啱 channel 幕後嘅尖子梁月。我海綿體嗰個長度比較長，我有30cm。喂，等陣先，我哋都唔講呢啲嘢㗎。唔係，我講個腦部記憶啊。畢竟喺問答比賽方面，其實啱 channel 咧都係我嘅手下敗將。見識過，見識過。你攞蝦條哥做呢個嘅水平咧係唔啱嘅，佢個 level 咧係喺呢度，我都贏過佢㗎。大家可以留意翻之前。咁啊，細路咧冇乜專長。你寫下你自己先啦。你好似好近 DSE 喎。考完幾耐㗎？你都要我計啊！你唔好咁可愛啦！喂，佢仲要數手指，企喺度已經贏咗咯，四五年啦。嗱，我哋咧就派阿蘇俾你，因為今日咧就佢老公抱恙啊，你幫我照顧住佢先，好唔好？點解係我啊？你咁我梗係要揀翻啲戰士啦。喂，佢好獨裁啊！呢個人，你睇下佢獨裁，我滿足佢啫喎。你睇佢幾開心。我不開心啊嗱，今日低分啲嗰個咧，就係有一個即時補課服務嘅。咁準備好咧，我哋就開始噶啦。嚟啊！我唔驚噶。老順上身。嚟啊！班門弄斧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一始終的。好耐冇玩過呢啲嘢啦。我都係第一次俾人問撲街啦。你平時問人問得多啦，嚇你個天氣啊，梁月。第一部分咧就係寫字作答題嚟嘅，咁就將個答案寫喺個白板上邊啦。如果兩組一齊答啱咧，就一齊有分嘅。第一題，嚟啦！整齊個齊字係有幾多畫咧？加油啊，蘇！喂啊，你係咪數緊？三，咦？我答喎。OK。13畫同11畫，兩個都錯。係咪接近啲？哎，得，我有，啱唔啱？14畫是啱嘅，兩個都錯，點搞啊？後面你唔識答喎。你知唔知我出名係咩啊？我所有嘅 post 都一定會係打錯字。阿蘇，寫多次。可以嘅。錯啊！唔係，其實係咪你本身個齊字都寫錯咗啊？會啊？嗰度我哋有一分。第二題啦，再見個再字啊嘅部首係乜嘢咧？再見個見。再見個再啊！右邊讀邊。Yeah!有字獨字，必答嚟嘅，你嗌出嚟做乜啊？我抄佢嚟，抄佢嚟。月唔係月嘅，但係我都唔識讀。哦。第三題，飛機個飛字嘅部首係乜嘢？你講。兩個都錯，就係個飛字啦。喂，我覺得咧拍唔到落去啦，不如算啦，好唔好？好不容易就去到第四題啦，熟悉個識字點樣寫咧？唔係依個啊！我嚟呢個。好。係。唉，兩邊都啱。OK。你嚇你冇咗我點算啊，阿蘇？我寫得知識個識，你就係冇咯，所以就錯。冇知識，我有兩頁就得噶啦。唉，拜。心心。拜。阿蘇啊，你唔好喺度勾搭其他人啦、啊！你有婦之夫，有婦之夫。第五題，請寫出成語焚書坑儒四隻字。O、okay, K， 我得嘅。我識啊，我識啊，咁啊。啱啊。啱啊！系呢個啊！啱啊！啱啊！哇，好勁啊！我覺得我冇揀錯人啦。啱嘅應該。喂，兩個都啱喎。OK。識字。識字啊。OK。好開心啊！我聽到阿蘇話自己識咧，我好係咪好安慰咧？好，第一部分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大家係有幾分話？我哋有三分。喂，兩分，少少落後。第二部分咧就係搶答題，有 A、B、C、D 揀嘅，咁有一次嘅補答機會。自己組位隔離咗補答都得嘅，準備好就敲個鐘。導演出埋招啊！我三個鐘喺度。等陣，我度下係咪中間先 ？OK， 咁啊。我隻手唔夠長。係你嘅問題，係啊。你三隻唔夠長。第一題，乜飲食減重呢句句子啊，使用以下嘅邊一個詞語係唔正確嘅咧？
A 調節 ，B 控制 ，C 調控 ，D 以上皆正確。C 啱，搞錯啊！因為調控是一個咩啊咩啊咩啊國內的用語，係咪？所以就錯了。第二題，以下邊一個是動態一詞的意思呢 ？A 形勢變遷的發展狀態 ，B 偏向於肢體的活動 ，C 活動或者行為的情 ，D 以上。哎，答啊答啊，試下答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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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D 啊。好哇！唉，勁啊！啲動作多數叻啲，因為睇得多動態動態嘅嘢。第三題，以下邊一個成語是唇亡齒寒的反義詞呢？你唔好講，你唔好講，你唔好講啊！答啦 ，A B C D， 答啦嘛。可能我答啱個答案，我唔答 A B C D 得唔得先？唇亡齒寒的反義詞嘛，獨善其身。錯啊 ！B 隔岸觀火 ，C 釜底抽薪 ，D。破釜沉舟，好尷尬。B 啱啊！死啊！俾人追翻啦！死啦！知識分子。第四題，李白嘅《將進酒》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下一句係咩呢 ？A 哭聲直上干云霄 ，B 奔流到海不復回 ，C 朝如青絲暮成雪 ，D 千金散尽难复来。你識啊 ？D 啊 ，D 係錯噶，一次補答機會。我哋又試下咯。係咯。應該係 boy 咯。boy 我覺得係 boy 係啱嘅。我識答啊！我識答啊！我識答啊！聽唔聽到？媽咪好嘢。見到河啦，同埋海好似，所以我都。但好似係啱噶，係啊，你真係唔係要對噶嘛？要對噶嘛？第五題。他說的全都是乜乜乜乜，你竟然會相信 ？A. 虛指烏有 ，B. 指烏虛有 ，C. 指虛烏有。C。勁啊，梁若啊！你啱啱講他說啦，我以為係他說嗰首歌嘅歌詞啊。係咪林俊傑嗰首歌？係啊，跟住我心我識我。好，到第六條啦，《桃花源記》入邊，作者形容桃花源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呢？A 渺無人煙 ，B 安居樂業 ，C 熙來攘往 ，D 紫醉金迷。佢個嘴唇震曬喎，可唔可以讀一次啊？係咪 B 啊？唔可以。B 定 A 啊？應該 A。A 渺無人煙，媽。係，我哋補答啦，補答。嚇！但係桃花源。該咯，好似正面啲嘛。桃花源嘅定係 D 定 B？boy 型啊嘛 ，boy 啊試下得唔得 ？boy 係啱嘅，我哋咪記唔記得有呢個課文啊？記得，陶淵明啊嘛。喂，好叻喎呢個同學。柳暗花明有一村，好似唔關事，關唔關事？桃花源咧，本身我就係諗住揀呢個紫醉金迷。我諗個桃花咧，係嗰啲去叫雞嗰啲桃花。媽媽，佢係桃花源記係蘭桂坊啊！外國嗰啲先生 open 啲 night club 啊，可以入去嘅。有有有！爛桃花源記啊，媽係。仲有兩題。OK， 好關鍵啊呢兩題。第七題，小狗汪汪地叫著，像是告訴我它很可愛，係用咗乜嘢嘅修辭手法呢 a 比Okay, 你答啊！你答，你講一次個句子先。唔得，小狗，小狗汪汪的，汪汪啊！以人法，以人法，以人法。啊！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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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幾愛。但係你知唔知咩字係令到佢係以人？象啊！告訴我，因為狗仔應該唔識告訴。真係好叻啊！加一分。O K， 佢哋已經係冇辦法追趕到我哋啦。哎呀，咁可唔可以俾你答答？係，我哋讓呢啲人俾我。让你哋答先，你唔好咁冇骨气啦。我哋唔答啊，好罢工。A B C D， 我觉得可以嘅，我哋试下撞一个先。系啊，考试都系咁啊，考试嘅见真题目，最尾一乱撞噶啦，冇时间就系咁样撞。A B C 边个你好运啲啊？觉得我都系 A 咯 ，A 啊 ，A 啊 ，A 啊，唔系真系啱啊嘛。算啦，你都系睇题目。O K， 周敦颐嘅《爱莲说》啊，提到晋代诗人陶渊明系中意咩花嘅咧？A 桃花 ，B 牡丹 ，C 菊花 ，D 莲花。啊，桃花系错咗噶啦。
蓮花咯，愛蓮雪啊嘛。但係愛蓮雪係阿周敦儀寫嘅喎，跟住佢係形容阿陶淵明中意啲咩？我記得我有背過㗎，嗰啲咩咩咩。一定唔係菊花㗎啦，吳吉利。出淤污泥而不染，咩中通外直啊嘛。蓮花咯，蓮花咯，試下好嘛 ？D D 蓮花千溫膠囊係錯。啊，蓮花錯啊！哎呀，你啱啱先話係周敦儀中意蓮花，係啊，你嘅邏輯錯曬啊！係喎，係喎，緊唔緊要？俾佢牡丹啊 ，B。都錯，是菊花。冇啊，冇得啦，菊花。你話阿媽話菊花唔吉利嘅時候，你點投啊？係咯，所以我就以為我咪要牡丹咯。係咯，菊花好啊，菊花。古代人中意菊花。佢有一句咧係盡陶淵明獨愛菊。哦，係啊，哎，我就背過，但我背漏呢句，唉，可惜。你哋喺邊度讀書㗎？點解我冇背過呢啲嘅？香港。哦，即係你係 L A 啊嘛 ，L A 冇呢啲，咁個政府都好明顯啦，好明顯，好明顯啊，蘇啊，梁月啊，阿蘇有冇後悔揀咗梁月？我唔後悔啊，勝出嘅就係 Happy 同埋米老迪，咁輸咗嘅朋友咧背中莫非之少年時代第一段，一剔過背曬朗誦嘅。哇！我哇呢、這個考啊，真係背過喎呢、這個雙周湯陰人也啊嘛，有冇背過啊？應該有嘅。你要捉住佢隻手咁樣，雙周陰公人。拜拜，走先啦。拜拜，拜拜。有大琴約。因為約告定約號啊？點讀啊字？莫非之少年時代，何缺來往？你哋如何？梁月，你罰得人多啦。終於都到你，你終於感受到我感受噶啦！出世的時候就有一些很大隻的禽獸啊，禽獸出門，唔係禽獸，即係個禽獸就嗌啦，開始飛咗上去佢度，所以咧佢就出了名啦，就叫岳飛啦，死啦會唔會俾人鬧啊？飛啊！岳飛之少年時代走音啊！就係個。岳飞之少年时代，一名岳飞，字盘举，商周汤阴人也。好，真系你知嘅，翻去。唔系，岳飞之少年时代，一名岳飞，字盘举，商周汤阴人也。新时有大琴若学。非名失相，因而为名。OK， 未离月，何缺来往？水部之同学仔加油，同学仔。冇姚氏抱飞，坐具瓮中，冲涛成流而下，吸安得不死。